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秀。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寺、武当派二者是江湖上的泰山北斗，再有峨眉、崆峒、华山、昆仑等四派，他们被称为江湖上的六大门派，整个江湖几乎是以他们为尊，毕竟有理有实力。不过在江湖也不能断言说这几个门派就是最强的，总是会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存在，而门派自然也不会例外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门派，它就是倚天中最神秘的门派，少有人知，但是该门派中却个个是顶尖高手，就连主角张无忌都差点被打死。你知道这是何门何派吗？其实这个门派并没有准确的名字，因为它并不受江湖欢迎，不过其中却有一门武功特别出名，那便是玄冥神掌。看到这儿，大家自然都知道是哪几个人组成的。其中以白隼道人为首，门下收了鹤比翁和陆战客两个徒弟。而白隼道人此人的武功和心性皆是不同凡响的，虽然已经被杀，但是张三丰想到此人，提到玄冥神掌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心惊。可是大家也只不过知道白隼道人及其门下的两个传人和玄冥神掌，却对这三个仅有三人的门派一无所知，除了身份名字什么信息都得不到，足见他的神秘之处。但是在其中却个个都是顶尖高手，白隼道人作为师父，他的实力自然是首当其冲，位居首位，而他的两个弟子鹤比翁与陆战客的实力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继承了师父的衣钵，还练成玄冥神掌，也是少有的顶尖高手。不过玄冥二老虽然武功高强，可是却被名利权位所迷，甘心沦为朝廷汝阳王府的手下，更是对赵敏的命令言听计从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张无忌年幼的时候，玄冥二老才会听从命令抓捕张无忌，还对他下狠手，让其饱尝玄冥神掌的痛苦。张无忌差点死在此掌法之下，实在可恶。对于白隼道人和玄冥神掌，你了解多少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喜欢记得关注我哦。